我的女生朋友啦，就如果南北部的朋友下来找我，然后他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忘了就带内衣裤一套换洗，我就说，嗯，那爸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的可以给你啊，我再洗洗就好了。他没有。我说我们很介意哦、喔，你们的真的很脏，因为你们的怎么样？甜蜜喂食秀，请看。好香哦，我也要吃。啊。松本打开了。哇，炸鸡耶！我也要吃。啊。会塞拳头的。那个最后那个画面是那个他已经往生了，对，那是拍到鬼魂哦，灵堂的照片就对了。是，就是甜蜜喂食秀，我们男生要共同吃一个东西，这个除非这个东西是很辣的，哎，这好辣，你吃吃看，有没有？对。那你们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？你们不怕肺结核？你们不怕 B 型肝炎吗？不会啊，干嘛怕？而且要分享啊，好朋友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哦，对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喂呢？我觉得不一定是喂，因为女生很喜欢，譬如说，她们五个女孩子，每人点了一道甜点，对，然后互吃，互吃，互吃，因为想，因为我们女生会很想到啊，我们会很想，就是自己点一个东西的话会吃不完，因为我还想要吃其他东西，不想吃单一口味，对，我就想要跟她一起 share， 对啊。可是就前一阵子那个 A 型流感、B 型流感的时候，你们也是这样照弄。可是女生都很爱干净，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得体，我们是大便里长出来的。不是，你们会夹菜给男生呢？哎，这好吃哦，然后就夹菜给他。男生比较怕的，很少，几乎没有。我有夹菜给你吃过，没有。我们夹菜给对方，对方你干什么？在毒死我吗？我遇到男生都会就是夹菜给就是男方，不会不会，男生夹菜给男方，男生夹，他们两个男生是当天结婚典礼的，男生夹给男方吃，没有，只是贴心，就是朋友啊，兄弟啊，对，好朋友还好吧？为什么？就是哎，这夹块买，然后就喂给他。我们夹块是哎，夹块买给你啊，哪会哎，你夹块买？不会，我们遇到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会说哎。这个好吃，赶快吃看，赶快吃看。对，最多只有这样啊，夹菜这样子，你会吗？我会，我会想要。你有什么不会？对啊，他好像受过家暴，对不对？三岁算不算？又是个好家伙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女生去吃甜点，女生对甜点是有一种疯狂爱的，所以你会想要每一道都点，就像只有五个女生，你可能会点个七八道，然后一起吃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吃到，我会很难过，会遗憾。所以你们是分享的心态。对。对啊。那你还可以跟人家分享内衣哦。啊，对啊。不会吗？是谁？跟女生啊。谁会？皮肤病。小汉，我这条内裤。太怪了。不然一般的女生，我的女生朋友啦，就如果南北部的朋友下来找我，然后他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忘了就带内衣裤一套换洗，我就说，嗯，那爸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的可以给你啊，我再洗洗就好了。他没有。我说我们很介意哦、喔，你们的真的很脏，因为你们的怎么样？我刚刚从粪坑爬出来。因为你们像我们上女生上厕所都会擦、啊，你们都不擦的，尿完就直接丢进去。不是我们为什么要穿？我们甩一甩就好了嘛。所以你们男生都说你们共穿一条内裤长大，我都真的不相信，那真的超脏的，很恶心。那是俗语。我们没有说同穿一条内裤长大，我们说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哦，穿条裤子。那我们女生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女生都很爱干净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们就脏，我们就吃大便抹大便这样子。不是，我觉得洗过就好了。就是内裤你说内衣。比如说胸罩，我会拿新的内还没有穿过的内裤，是比基尼，比基尼可以，对，可以，可以。泳裤当然可以啊，泳裤可以。我内裤我会拿新的，就是还没全新的还没，直接就甚至我其实给他穿，如果他还我，我就。是哦，这个也可以哦。对啊，那男生真的很脏，这没话讲。讲话要尊重一点。够了，化妆品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。什么粉饼粉扑口红啊？我觉得口红，口红可以啊，口红我们都用笔，我们口水很干净啊。对，我们口水很干净，我是毒蜥，干净哎。
不是，像我们连刮胡刀都不能，都不对啊。我觉得我们护唇膏也不会，比较没有卫生，皮肤的问题。我们护唇膏也不会用。我觉得你们下节目都要去检查吸干、鼻干这样，不要以为只有男生会得，因为他们都有。他们见面，你有多少？你吸冰都有是吧？那来，我们一起吃冰这样。对，而且你还会跟人家共用。我就是顶多到比基尼啦，因为可能就会分享说这个好像看起来比较大，然后就会接朋友穿。可是你跟赵云就没办法分享，所以我不会跟他分享。对，哎，这个你跟我分享，你是干什么？找死人。